宝姐姐用金玉良缘摧毁木石前门后，却最终逃脱不了独守空闺的悲惨遭遇。怡红院的着色浓而密，潇湘馆的着色疏而淡，两者截然相反，成为大观园里展现人物个性情趣最好的一组设计。潇湘馆的特色安排在竹，凤尾深深，龙吟细细，黛玉曾在此低头饮泣。房内的摆设展现了一个冰雪洁白少女的泪海青天。上海大观园气势恢宏，明朗开阔，正如原著中所描述过的那样，闲山抱水见来经，多少功夫铸始成，天上人间诸景蔚，方圆映次大观明。